前瞻高远还有一些啊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，我们Reaction，各位媒体。你坐中间来。我坐中间，你坐中间吗？我坐中间，你坐中间吧。一个场子哎，头发。Sure。你看，那你看，大师不好意思，稍等给我们几秒钟好吗？因为他的头发刚刚风吹得很乱。前瞻导演还有比心啊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，我们Reaction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早。我们今天很高兴。祝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有这个机会来办一个记者会，来介绍我们来自台湾的钱玉山导演。耶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很开心来到多伦多。呀，我简单的来讲几个，简单我讲一下，请坐来。啊，我们这一次今年是第19届的 Reaction，那我们办事处过去跟 Reaction 一直保持很密切的合作的关系，今年也不例外。我们总共有两个片子来参展，除了我的《少女时代》Our Times 以外，还有《百日告别》。钱导演，这个片子目前在台湾的票房已经达到1400万美金，$14 million，所以在台湾的电影史上是第三高，那也入围了今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。新导演，新锐导演，最佳女主角跟最佳原创歌曲。大家知道，电影艺术是一个整体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反应。那中华民国台湾因为很多过去在历史上的一些因缘，造就了在台湾很多多元的一种文化，然后呈现在电影艺术上，往往让人家相当的惊艳，大家从耳熟能详。几十年来，很多侯孝贤、李安等国际大导演，那我们相信我们钱玉山导演，也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明日之星，所有的创作，所有的主创，然后能够。你喜欢谁的电影？谁的？这周星驰。你最喜欢他哪部片？